在山东，身在吴，漂蓬江海，满街寻。他师若随，凌云志，敢笑皇朝不战父。哥哥，知府叫我当庭发落，说捉拿在浔阳楼写反诗的宋江。我吃了一惊，马上安顿那些人在城隍庙等候，我就来通知你。哥哥，这是如何才好？怎么解救啊？哥哥，有所不知，那江州吴卫军有一个叫黄文炳的同伴，此人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专恨那些比自己强的人。此人呢，又是一个奸邪狂妄的小人，一心巴结权贵，专靠害人往上爬呀。贤弟是说，此人发现了我提的诗？正是，他看了哥哥的反诗之后，如获至宝，
当即抄写了下来。之后通知知府蔡九，这蔡九是蔡太师的儿子，平常被他奉承惯了，遇到此事更是句句都听他的。据说他还向知府披露，说血染浔阳江口，敢笑皇朝不丈夫，说此人杀气腾腾，自称胜过唐朝兴兵谋反的皇朝，这不是反贼是什么？知府听了自然又惊又怒，便派我来捉你，恐怕抓到你以后马上就要上报京师啊。想我松江一生光明磊落，一心想的是报效国家，谁知竟遭奸邪小人陷害。看来命中注定啊。哥哥不要着急，还是先想办法怎样应付才好。哥哥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如何呀？什么办法？查封。查封。大摇大摆往前走啊！大摇大摆往前走。好一个大胆的宋江，见了本府为何不跪？啊啊！上边厢坐的是对头人。不准笑，大胆！喂，大胆门府，你是什么鸟官？我岂能跪你？反了，反了你宋江啊！你在酒楼提反事，还不从实招来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，老丈人让我领十万天兵天将来杀你们这些江州人。你赶快躲开，不然的话你马上就没命。宋江，你我奉上方玉帝令，带领十万鬼神兵除掉朝中众奸逆，一统山河，坐朝廷。大人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啊？给他弄一壶夜香，伺候他吃下去。如果他肯吃的话，就证明他是真疯。他要是不肯吃咸臭，就是假疯。何为夜香？就是大便。说这人真是疯了，是啊，吃这玩意儿，是啊，这玩意儿没吃吗？吃的还挺香，你说的，是啊，哎，哎，是啊，是吃的还挺香。哎呦，什么臭？哎呦，臭！哎，这怎么了？我臭大风吗？干什么呀？这么臭！算了啊。宋江，给你带好吃的来了，你吃还是不吃啊？我奉上方玉帝令，带领十万鬼神兵，除掉朝中众奸逆，一统江山，坐朝廷。男人呢？把他给我押过去。是。坐朝廷。哎，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这些小人！杀了你们！杀了你们！是的。
宋江，你屡屡冒犯冲冲大人，今天就给我好好的吃一顿吧。给我吃！给我吃！本府今日到这里来，还要尔等盛情款待。如此美味佳肴，来呀，一同享受。来呀，来呀，一起享受，来，一同享受啊！哎呀，来呀，一同享受。来，来呀，来呀，一同享受！快把他拉出去，拉出去！可快把他拉出去！来呀，把他拉出去！别走，一同享受！赶紧把他带走！一同享受，一同享受！哥哥，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哎，贤弟啊，蒙贤弟之教，若能逃了此劫，这点罪算不了什么。若非贤弟相助，宋江早已必死无疑。只是不知，如今是否已安？哥哥放心，依小弟看，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只是这黄文炳太狠毒了。哎，王宗藩，大人，依我看呢，这宋江提反诗不假，但他的疯病恐怕也是真的。你看他今天在堂上说的那些话，倒也和他的反诗相符啊。大人，我知道您为人忠厚，但千万不要被他所骗了。他在公堂之上的所作所为，依我看来，这都是装疯卖傻呀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，大人？我看过他在浔阳楼上写过的诗句，虽然笔迹潦草，但笔笔由来，字字有因的，这根本不像一个疯癫之人所能写得出来的。恐怕有人走漏了风声，他宋江得到消息后就在公堂之上装疯卖傻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也有几分怀疑。大人您英明，依我看，明日不妨如此。好，我问你，牢城营中可有一个叫宋江的？啊，确实有一个叫宋江的。那你可知他犯了什么事情？小的只知道他在浔阳楼写了几首歪诗，好像是反叛朝廷的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大人，此事与小的无关，小的说的句句属实，还望大人明察。那他疯了你也不知？小的也是在昨天审过他之后才知道的，万万不敢欺瞒大人呢。你不用害怕啊，
我来问你，这宋江是来江州之时就疯了呢，还是昨日才疯的？据小人所知，他刚过来时并没有疯，跟正常人一模一样，只是因为他做过小官，比其他的犯人好像还明白些事理。至于什么时候疯的，小人确实不知。嗯，哦，好像是昨天才疯的。这么说来，他来时并未疯傻，而昨日才疯的。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嗯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大人，照这么看来，倒真应了通判之言了。这宋江来江州之时，并未疯傻，昨日定是装疯。大人，事不宜迟，速把宋江捉来，严刑拷打。大人，宋江此人是小吏出身，经不起严刑拷打，定能招供的。您说呢？这。可恨这宋江啊，欺负大人面慈心善。来人，速把宋江拿来。宋江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走，走，起来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，走。来人呢，混蛋，先打这个宋江五十大板。大胆鸟官，你敢打我？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老实点，老实点，住了，住了，住了，快点，上，上，上，哎，哎，啊，舒服，哎。狠狠地打我！啊啊！师傅，啊师傅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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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师傅，啊啊啊老爷，打完了。宋江，你招还是不招？我招，我招什么？我要是万天明天将，倒叫你们招供。哼，我看你还嘴硬，再打。你是招还是不招啊？要是不招，再打你五十大板。不好意思，
酒后无心犯事，别无主意。哼，恐怕不是酒后误血，是酒后真言吧？来人，画押。上25斤重的死囚架，打入死牢内，给我监管严了，等我上报京师再行定夺。是是。我晁盖上梁山图的是什么？是个义字。性命可丢，义字万不能丢。当初宋公明舍生忘死救了我等兄弟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如今我们就是把一腔子的血全倒出来，漫过江州，也要救出宋江。愿听号令，万死不辞。既然天王意思已决，朱头领准备下山。天王，此次去江州路途遥远，如果带着数千人马浩浩荡荡杀去江州，就算没有官兵阻拦，恐怕还没赶到就依我看，兵不在多而在精，不如抽调几百精干勇士，由诸位头领带着，星夜兼程，兴许还能赶上。先生此言极是，不过还有一个事，我们都下山了，那么梁山水泊不就变成空城了？我们必须有一员大将留守才行。朝天王真是深谋远虑，依我看就让林教头林冲留守在此。啊，好，正合我意。军师难道嫌我武艺不精？哎，教头，我们此去江州未必一定能救出三郎，甚至会全军覆没，但有林教头在，也还有这一片基业留下，有这水泊梁山，还可以让那些后辈英雄杀富济贫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林冲领命。奇怪，这个林冲跟宋江不熟悉，可是比你我都着急救他。我想林教头是希望宋三郎尽快上山，招引天下英雄归附，好叫我们梁山与他报仇。嗯，寡人，我们是给知府大人送货的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？快点让我们进去。这位官人，我们是给知府大人送补品来的，送什么的也不行，今天谁也不让过。大哥，那我们就不走了啊。那就不走了。好，不走了。不求同年同日生，
但求同年同日死。宋江知足了。前面好像有人私信闹事，就地出战，免得生事。这时辰尚未到，我说行就行，快！大人犯，别急。
快！啊，哥哥，前面是大江，阻了去路，这如何是好？爹牛啊，快放我下来！各位弟兄，这里有个白龙庙，在这里休息吧。快来，随我见过晁盖哥哥。晁天王，哥哥。清醒，哥，哥，贤弟，哥哥，你我兄弟，莫非在梦中相会？若非哥哥相救，宋江今日恐死于非命。贤弟不肯随我上梁山，只有今天之苦。杀人最多的黑大汉是谁？爹娘啊，快啊，跪下，见过晁盖哥哥。啊，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呀？嗯。哎呀，你是我宋江的哥哥，那也是俺铁牛的大哥哥。来来来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哎呀，我身上那么严重，敢在劫法场见你人如其名，果然力大如牛。勇猛过人呢、啊！戴宗兄弟，来，见过晁盖哥哥及众位好汉。哎，戴宗见过晁盖哥哥，谢过各位英雄。请起。神行太保戴宗，戴院长，甲马追风赶月，天下第一。贤弟，你的弟兄都好生了得。可是孤明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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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顺兄弟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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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死兄弟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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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众位兄弟。众位兄弟，哥哥好，哥哥好，哥哥好。没想到离开梁山不久，就认识这么多英雄了。哥哥，自从哥哥吃了官司，今日听得戴宗哥哥被拿，李逵兄寻我一回之后就没了下落。兄弟坐立不安，又无路可救，我只得去寻我哥哥。到了木台宫庄上，叫了许多相识的朋友。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，要劫牢救出哥哥。不想哥哥被这些好汉们救出，来到这里，不敢白问这伙豪杰，莫非是梁山坡义士？这领头的莫非是晁天王吗？这位便是晁盖哥哥，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。今日老天有眼，叫我救下了宋江、戴宗，更结识了这么多英雄豪杰：浪里白条张顺、传火儿张衡。小遮拦穆弘，没遮拦穆春，并大虫薛勇，出洞蛟童威，翻江蜃童猛，混江龙李俊，催命判官李立，我晁盖等十七人，再加上宋江、戴宗、李逵，共二十九人，都入白龙庙聚会。都是老天有心要兴旺我梁山水泊，助我等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。我们大家今天都在，有心杀贼的，与我同饮这碗酒，随我一起上梁山。今天便是白龙庙英雄小聚义，干！干！宋三郎。你为何不吃？时至今日，你还不愿意随我上山吗？哥哥及众位好汉，对宋江的恩情深如沧海。宋江若不随哥哥上山，如何报答？只是宋江
深恨黄文明那厮几次三番唆使陷害我二人，这奇耻大辱宋江如何不报？今日宋江再次恳请哥哥及众位好汉再替小弟做个天大的人情，去大闹吴威军，杀死黄文炳，替小弟出了这口恶气。这之后宋江便随哥哥上山，绝无二话。我们前脚偷劫法场，后脚刚又杀退了官兵，此事只可一而不可再使得。那黄文炳必定已有防范。三郎，不如先随我上山，待聚齐人马，联合吴学究、公孙、林冲等人，再返来为你报仇，也未为晚。哥哥不可，若回到梁山，便回不来。一来，江州梁山路途遥远；二来，恐怕时间长了，江州知府必有方位，不利于你我兄弟行动。不如趁现在江州军心未稳，我们一股杀过去，一举拿下。哥哥，那边兵还不少啊。哥哥，那条巷子就是黄文炳的住处。薛勇、侯健现在何处？他俩已经潜入黄文炳家中，只等哥哥到来。好，你可见过石勇、杜迁？哦，他们在城门外那边守着呢。阮十三兄弟在，好在。刘唐兄弟在，依计行事。大哥，有我们四个呢。走，小心啊！哎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！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，快马上！快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呐！隔壁大官人家失火了，快开门！不得了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贤弟，哎，贤弟，你看这是什么人？这不是黄文炳，骗我！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我是他哥哥黄文彦，我知道我弟弟做了很多坏事，我是我对他管教不严，求求各位好汉，放过我弟弟一条生路啊！起来吧，这是黄文彦大善人，是他哥哥，把他解开，解开！我杀了你！停停，不可滥杀无辜，放了他。黄文炳向来欺压百姓，收了不少财物，不如一起都拿了。说得好，正当如此。来，弟兄们，搬了，搬了，搬了！快关闸门！快关闸门！是不是着火了？是。大人，
大人，那是不是着火了？这不是江州城方向吗？船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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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带我过去。你是黄文炳黄通判吧？你是何人？哎呀，黄通判，你就别问了。你家走水失火，我专门在这等你的啊！哎，快上船吧！哎哎哎！哎哎哎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干什么？大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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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兄弟，那就是你张顺爷爷。我哥哥有话与你说。小哥，你家哥哥是哪位啊？我哥哥就是宋江宋押司。救我呀！救我呀！救！混江龙李俊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少侠，少侠饶命！有什么我给你什么，请你放我一命好不好？少侠饶命啊！好，来来来，道上道上。哥哥，黄文炳抓着了，就是他了。哥哥，哥哥，这厮抓来了。黄文炳，我与你往日无怨，今日无仇，为何三番五次加害于我，还让蔡九毒杀我与戴宗？你既然饱读圣贤之书，为何要干这等毒杀之事？我知道百姓们都叫你黄风刺，今日宋江就拔了你这颗刺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打你，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打。帝国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莫要伤人害己，可你偏要做这短命折寿的勾当。我早就听说过宋江啊，他是山东一条响当当的好汉，仗义疏财啊，救难救贫。你与他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去害他？哥哥，我本以为你是个忠厚之人黄面佛，没想到你是个糊涂蛋呐！你说什么？我想问你，他宋江提前反师就是谋逆，勾结贼人就是造反。我作为通判，作为地方父母官，难道我就视而不见吗？他装疯卖傻，我揭穿他不对吗？你强词夺理！哥，我虽然只是个通判，但朝廷对我皇家是有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对得起爹吗？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哥，爹，孩儿替他这个不孝之子赔罪了。哥，难道我遇到宋江这个反贼不去理会，纵容他对抗朝廷吗？哥，爹，就当你没有这个儿子，我没有这个弟弟。哥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也不去给你上坟。宋江，今天我落到尔等贼人手里，算是我时运不佳。你们要是条汉子，就给我个痛快。天帝，现在是你报仇的时候了。这聚义听三字是愚兄所提，晁盖一生只认得一个义字，平生只求与四方豪杰共聚大义，肝胆相照，无拘无束，同生共死。贤弟以为如何？
朝天王之前曾说，此番若救得宋公明，定请哥哥做梁山第一把交椅。吴学究，休要再提此言。兄长不必刀斧，救我性命，宋江感恩不尽。宋江何德何能，无功无禄，如何做得这第一把交椅？哎，若不是当初贤弟担任血海官司，救了我七人性命上山，哪有今日之重？所以山寨之主，本该贤弟来做。有晁盖在此，谁人敢不服？哎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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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长如在，如此相让，宋江情愿死在这里。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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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哥哥，贤弟，请起，起来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俺铁牛客还等着喝酒呢，你们这推来让去的，好不麻烦的。再要推让，俺铁牛客要下山了。哎，天王，请。兄长，请坐。大哥请吧，大哥请吧。请。好。哥哥，此番梁山又多了许多的英雄，这大小座次该怎样排列？这个嘛，天王哥哥，依我之见，眼下修分功劳高下，年龄长短，梁山坡就有各位头领在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各位头领在右边客位上坐，待日后看各位出力多寡，功劳高下，再另行定夺不迟。好，好，此言极当。日后论功劳大小，再行定夺。开宴！开宴！好，好，好！戴院长，来，哥哥，公明哥哥，黄文炳那厮编造童谣陷害哥哥，说什么好国殷家墓，刀兵点水工，这家字头下边一个墓字，点水旁边一个工字，不就是宋江二字吗？还唱什么纵横三十六，拨乱在山东，无非是说我宋江想造大宋朝廷的反。这都是公孙先生所为。宋押司，你我一别，终再次相聚。啊，来，宋江敬你，请。哎，好，好啊！哥哥的话，那真是应了天上的言语啊！啊，咱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兵马，造反又如何啊？啊，再说了。哥哥本来就姓宋吧，啊，如何做不了大宋的皇帝呀？啊，哈哈，我看呐，咱们现在哥几个就杀奔东京去，夺了他的鸟皇位的，啊，哼，哎，军师哥哥，您呐就做个丞相，啊，公孙先生，您就要当个国师，那总比在这个鸟水坡里窝出着强。啊！是不是？啊！是不是？哎！说的对，说的对。铁牛休得胡言！如今上了梁山，凡事都要听晁盖哥哥的调遣，不可再使你在江州的性子。若再信口雌黄，先割了你这个黑头！哥哥，莫生气啊！要是真割了俺铁牛这个头，那几时才能长出来一个呀？罢了，罢了，罢了，罢了！
俺还留着这颗头吃酒呢啊。今有及时雨宋公明带了众位头领和千余兄弟上我梁山壮我声威，今日乃黄道吉日，焚香祭天，望皇天眷顾梁山兴旺发达，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水泊梁山定要自立于王土之外，愿众兄弟亲同手足为义士举，大碗吃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秤分金银，快活一世。大碗吃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秤分金银，快活一世。哎，赵天王，要想让我梁山坡兴旺发达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光靠一个义字尚嫌不够。哦，那以贤弟之见呢？小弟让侯建兄弟赶制了一面杏黄大旗，仁兄请看。天行道，替天行道。哥哥，我等众位兄弟哪个生来就是强盗，无非是蔡京高俅等奸臣当道，蒙蔽圣聪，残害忠良，才是我等被逼上梁山，落了个有家难奔，不得不反。说得对，众位兄弟在此聚义，并不只为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图一时痛快，各路义士相聚于梁山，为的就是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。对，对，对，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。嗯，朝天王，这替天行道的宗旨，合天意、顺人心，可成梁山大业。梁山竖起这替天行道的大旗，各路英雄定会望风而来，梁山定能兴旺发达。太好了，擂鼓挂旗。跪下，跪下，你跪下！易寨司是清风山打劫强盗，今日也来看灯，现已被擒获。
有何理可说？快说，省得一顿打。小人张三是运城县来的客人，与清风寨之寨花荣是故友，来此间多日，从不曾在清风山打劫。你别想抵赖，还记得我叫你代王吗？代王万福，奴家是清风寨之寨的魂家。夫人此言差矣，我与夫人说，我不是这山里的大王，是运城县来的客人。那厮在山上时大啦啦的坐在中间的轿椅上，还让我叫他大王。这夫人，你要说实话呀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夫人全不记得我全力救你下山，如今为何要把我强扭做贼？这等赖皮赖骨，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用铁锁锁了，明日装入囚车，将运城县张三接送到州里。是是。大人，花之寨派人下书。哦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和强盗通通？也来愚弄我？嗯，这厮一招，他是运城县张三，他却说是他的远房表兄刘丈。他写他姓刘，与我同姓，哼，这不是愚弄我吗？这人不能放，给我滚！哎，怎么样？客人被刘知寨压下，还要报送州府。什么？哭了哥哥，备马。请刘高出来说话。请刘高出来说话。刘高出来说话。刘高，请刘知寨出来说话。刘高，出来。
刘高，纵然你是政治债，又怎能奈何我花荣？我一个大表哥，你把他强扭做贼。刘高，明日与你说话。抓回来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们这些军士不要替刘高卖命。那两个新来的教头还没有见识过你花爷爷的本事，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。看我先射大门左边的那个灯笼。知寨大人，我等惭愧未能抓回张三。那华知寨十分英雄了得，找他一见必备设个透明窟窿，谁也不敢靠近。我等被他的射箭功夫给吓着了。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？未曾交手就被吓回来了，留着你们还有何用？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好，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若能饶得性命，我等愿誓死追随知寨大人。张三被他夺去，必定连夜放往清风山。没有了凭据，明天就是征召知府大人那里，也不过是文武之争。我又怎样奈何得了他呀？你们需连夜带20名军汉，清风山下等候，一定要快，把他悄悄地捉住。哼，有了他，我就能要了华荣的性命，独霸清风寨了。快去！是，快！Thank you.
杜建大人，请。知府大人对此案十分吃惊。华容乃功臣之子，如何接连清风山强贼？这罪非同小可，必须要审定虚实，方可作出。杜建相公，文书上所述均为事实，绝无虚构捏造，下官愿以性命担保。郓城县匪首张三现已在押，单等杜建相公来拿。你抓的张三时，华容他知不知道？哦，夜里下官猜到华容必将连夜将张三送到清风山寨，所以就派了几名亲信悄悄拿下，现已藏在家中。华容以为张三已经到了清风山，所以正安坐在家中。既然如此，就好办了。你马上备一副酒席在大厅摆着，我亲自去请华容。哎，然后哎呀，此计甚妙，下官立刻准备。啊，大人请。来人呐！大人，大人，是。报，都监相公黄信特来相探。他来干什么？哎呀，都监相公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有空光临寒舍呀？面色不错呀。相公有什么事，那咱们里面说。请，请。来，请。因你清风寨内文武官员同僚不和，知府大人恐称你二位因私怨而误了公事，特差遣下官前来与你二位讲和。他是正之寨，我是副之寨，我怎敢期望刘高？只是他累累要寻我花荣的过失啊。知府大人，因为你是功臣之子，也是为你着想，我等是武官，一旦动刀动枪，还不是我们冲锋陷阵，那些文官怎能用得上？大寨宫廷上已经安排妥当，请足下上马通往，到时候依着我行事就可以了。如此，就感谢知府大人和都监相公抬爱，在下愿一同前往。且请喝过三杯酒再去，如何？哎，公务在身，恕难从命。待我们说开了，再开怀畅饮，又有何妨？那就怠慢了。走吧，请。黄都监花之寨到。啊，请。来，花之寨，请。知府。听得你二位文武官员同僚不和，好生忧心。今日特委黄信前来与你二公陪话，凡望只以报答朝廷为重，再后有事合同商议。啊，刘高不才，让知府恩相如此挂心，我二人并无甚言争执。此事外人妄传。好。啊。既然刘知寨如此说了，想必也是闲人外传。果真如此，且请你一杯。
请吧。来，这第三杯酒，我等同饮。啊。我等何罪？嗯，你还敢叫？你勾结清风山强贼，一同背叛朝廷，当得何罪？报告，报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你别急，别急，有话慢慢说。什么事儿啊？禀寨主，宋江和花荣被刘知寨和黄信给抓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王的刀词当住脚，留下3000两买路黄金，任你过去。那厮不得无礼，镇三山黄信在此。你当我不认识？我不管什么镇三山、镇万山，我只需要3000两买路黄金。即使赵家皇帝老儿嫁过，也要3000两。强贼竟然如此嚣张，看我今天怎么剿灭你们！听着，拿下贼首者，赏银200两。这。保护囚车，不要让张三跑掉了。
死在我的剑下，二是你自己从悬崖上跳下去。花荣，咱俩同僚多年，为何如此绝情啊？绝情的是你。勾结清风山强盗，大闹清风寨，还杀死刘知寨，简直反了！原以为只是文武不和之事，故也没敢惊动总管，只是派了都监黄信前去受理。哎，没想到现在演变成了乱贼暴动，死伤无数啊！红头子们，你太无礼了！我身为青州兵马总管，不才责任应当，我将亲率军马前往，不剿灭清风山山贼，绝不回来见公主。当火速前往啊！将军若是迟慢一步，那贼寇就打下清风寨了。在下连夜点100马军、400步军，明日一早开拔清风山。好，将军亲自出马，那贼寇必望风而逃啊！清风寨有救。哥哥，要俺说呀，屁事儿没有。你放心，官军来多少，咱们兄弟就灭多少。就算是秦明带人来了，咱也能拿下。哎，大王，大王不好了，大王！慌什么？有事好报。荆州兵马总管带500官兵到来。秦明，秦明一支狼牙棒横扫无敌啊！荆州境内各处山寨都深受其害。哥哥，其实秦明这厮啊，他还是挺厉害的。哎，去年俺们兄弟三个就攻过这厮一回，非但没占着便宜，还差点死在他的狼牙棒下。哎，那秦明英雄了得，金帆一战，只可智取，不可立敌。对对对，你等不要惊慌，且围拢过来，听三郎有条妙计。哥哥请。秦明意在先入清风寨，再攻清风山，必取到正南，迂回向北，在清风寨与黄信会合。花荣贤弟可带300喽啰兵于正面阻击，只许败不许胜，但务必要激怒秦明，使其冒死进攻。其他各位头领可于沿途设伏，旁敲侧击，使其疲惫焦躁，然后将所有兵马集中于此，定可拿下秦明。嗯，哥哥，妙计呀！前方已到清风山下，山上人头攒动，空有埋伏。哼，管他什么人头攒动，管他什么埋伏，谅他一帮草寇，能奈我何？我秦明打仗最没用的就是你们这帮东西。出发！这
门之子，朝廷命官，叫你做个知寨，管一境地方，实录于国。你却勾结贼寇，背叛朝廷。我今特来捉拿尔等，会师的下马收复，免得行手误脚。总管听令，谅我花荣如何敢反背朝廷？实属那刘高无中生有，公报私仇，害得我花荣有家难回，有国难投，权且躲避在此，还望总管详查究竟。你此时不下马收复，更待何时？还花言巧语，煽惑军心，看我狼牙棒不打你个粉身碎骨！啊！秦之人，要杀就杀，何故却来拜我？小喽啰不识尊卑，偶有冒度，乞求恕罪。你们几个我都认识，且不知这位为首的却是甚人？这位是在下的哥哥，郓城县宋江。为逃避官司谎称张三的就是他。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一事。议事贵族为何不便呢？那刘高听信工人谗言，将小人当贼抓了，一顿严刑拷打，想取我的性命，多亏众位好汉相救。知府只是听了刘高一面之词，却握了多少事。众位好汉，若不杀我秦明，就还我军旗马匹，容我秦明回州去，对慕容知府啊说明此事。总管诧异，你所引的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慕容知府如何不怪罪你？不如全在荒山草寨住几时，山寨本不堪歇马，全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，不强四兽那大头巾的气呀！什么？我秦明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。朝廷叫我做兵马总管，接受总制使官职，又不曾亏了我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强人，背叛朝廷？你们众位要杀时，便杀了我。总管。在下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只因被逼，无可奈何。既然总管不肯落草，我们又如何相逼？但请稍坐，待我带来衣甲头盔、鞍马军器，还兄长去吧。哎，小虎，兄长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一向过得可快活呀！好，公明哥哥，哥哥在那儿。
公明哥哥，原来你们早就认识。哎呀，熟得很。这位是梁山好汉刘唐，江湖人称赤发鬼。哪里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幸得一见。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贤弟，英雄少年，一表人才啊，过奖。来，请坐。好，来坐。刘唐贤弟如何来到这里？啊，朝天王闻听哥哥在清风山，担心秦明上山清剿，所以特派小弟前来探视。刚才听手下说已经拿下了秦明，真是佩服啊！这全是公明哥哥的计谋高啊！哎，不敢当。刘唐贤弟星夜兼程前来探视，公明实在感激。啊，晁盖哥哥可好？很好，只是十分挂念哥哥，天天的唠叨，盼望共举义旗呀。哎，宋江何德何能，值得挂念，仅此足矣啊。啊，大家都一夜未眠，腹中无物，我看备些酒肉吃了，将息一日吧。好好好，走啊，走啊，请来。哥哥慢点。哎，王英兄弟，来来来，我问你一件事啊。通报！哎，喝酒，来。哎，王英兄弟哪儿去了？哼，可能啊，又去哪儿找快活去了吧？哎，这位王英兄弟还是改不了好色的毛病啊。来，总管请。请坐，请。败军之将，如何敢坐？哎，哥哥等都已经商量好了，明日便送总管下山。花荣贤弟所言极是，总管且宽心。吃了这碗酒，日后为我等做个引荐，谋个出路。公明哥哥，何不拉秦英雄一起上山呢？他这么回去啊，官府肯定怀疑，说什么也说不清楚啊。哎，这位好汉诧异，我秦明光明磊落，众人皆知，旧时也来也无人不信。好，既然总管去意已决，但请给兄弟们满饮此杯。秦总管，来。好，众位对我秦明甚是热情，秦明今日就与众位好汉吃了此杯酒。来，干干干干干干。
都给我放轻点儿。是，快，快！是秦总管，为何不放我入城啊？反贼秦明，昨日你引人马打城子，有许多好百姓被杀，有许多房屋被烧。今日你又来赚取城门，早晚拿住你时，把你这厮碎尸万段。公族诧异，我秦明被捉上山去，又折了人马，今日方得脱身，昨夜何曾来打城子？我如何认不出你的马匹、衣甲、兵器和头盔啊？城上众人明明看见你在指挥红头子杀人放火，你如何赖得掉？你说你输了被擒，为何500多人无一人逃回了报信啊？今日你又想赚取城门，拿你老小，我告诉你，你被满门抄斩了，这是你父亲的首级。清风寨杀了那婆娘，再取回花荣贤弟的家眷。哎，哥哥说的是，不用哥哥劳顿，各位兄弟等点起孩儿们杀去。对，哥哥们不用着急，待霹雳火秦明来的时候我们再做主张吧。秦明已回青州，如何能再回来？公明哥哥，一会儿便见分晓。报，秦明将军到。将军不是回了青州，如何又回来了？不知是哪个天不盖地不栽该挂的贼，装作我去打了城子，烧毁房屋，杀害良民，家老小遭到灭门之灾。山头如今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！若哪日要我见到此贼，只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。总管请起，总管请起。刘唐，
是在你说总管就要回来了，是不是你做下的祸根？哥哥，总管，小弟有失未禀，先行，在此起罪，同时招来。小弟临来之前，朝廷王命小弟力邀龚明哥哥和总管等一同上山，并同吴军师定下一条计策，教育小弟。昨日看各位好汉苦留总管，执意不肯。 小弟便使出这计策来，叫王英派手下假扮总管，带50人直奔青州城下杀人放火，断了总管的归路。原想把总管的家人老小一起接到城外，与总管相聚，不料青州城内戒备森严，难以下手，才闯下如此大祸。总管，总管。 总管稍安勿躁，待宋江查明实情，定给总管一个交代。刘唐、王英，在。你二人以朝天王当幌子。 朝天王忠厚仁义，最体恤百姓疾苦，断不可叫你等去杀戮无辜，残害忠良。如此这般，与那刘高陷害宋江又有何意？拉出去砍了！哥哥，刘唐罪该万死，王英是我让去的，你就饶他一命吧。哥哥，大敌当前，咱们不能起内讧啊！公明哥哥，刘唐、王英与我等情如兄弟，死只能同死。 可就不能独自偷生啊！总管，二位兄弟原本是好意，但请原谅，说句好话。求总管救命！求总管救命！真是害我太狠了些，葬送了我一家老小的人口啊！总管。 小人，但请哥哥饶恕他们，秦明万分感激。总管虽性情暴戾，却宅心仁厚。 就依了总管，权且饶过他二人。谢总管。总管没了嫂嫂夫人，宋江恰巧知道，花荣贤弟有一个妹妹，甚是贤惠。宋江情愿主婚，备足彩礼，娶过来，与总管为妻。 请哥哥吩咐，全听哥哥吩咐。好，令则良辰吉日，成就这番美满姻缘。哎呀，但凡做大事者，又有哪一个不犯下些许错误？朝天王一番苦心。
也是要留住总管死心塌地的在梁山坡辅佐于他。不知总管意下如何呀？梁山大名，威震当今，正是我秦明干大事的去处。小弟愿意入伙。好。将军请坐。今日另有一件大事，花荣贤弟的家眷还在清风寨，对那贼婆娘如今宋江还是耿耿于怀。去打清风寨，谁愿担此重任？哥哥，秦明刚刚入伙，正待建功，黄信是我至下，也是我徒弟，最听我的话了。明日我去，去了花之寨宝卷，拿了刘高的伯父，与哥哥报仇雪恨，做觐见之礼，如何？好。华荣兄弟紧跟秦明左右，王英当戴罪立功，宋江只盼众兄弟们凯旋。得令。是。哥哥，这位就是我的徒弟镇三山黄信。哥哥，黄信将军，请坐。请。来，坐。大哥请。办了些私事，来晚了。王英，刘高七今在何处？你就给兄弟得了，让他给兄弟做个压寨夫人吧。啊，去把他带来。我也有话要问他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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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放开！放开！哎，太太来。你这泼妇，我好心救你，念你是命官的工人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今日擒来有何理说？待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待我走开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你明明说叫他来问问，可你为何要杀了他啊？这种小人如何留得他？哥哥，哥哥，你管不管？刘唐哥哥，你管不管啊？你们都管不管呢？不管是不是啊？你干什么？快放开！宰了你！快放下！砍了他！你干什么？放开！
住手！你是有眼不识好人心，妄称那英雄好汉。这个妇人，我一力救她下山，让她与丈夫团聚，反过脸来就让她丈夫加害于我。此等小人留在你身边，有害无益。